极乐世界说法庄严，这一段总结的是讲说法的庄严，这个是阿弥陀佛愿行所成，是他的大愿，是他累劫的修行，大愿大行所成就的。总之所言，这个是讲他这样伟大成就之所以然，他为什么能够有这么伟大的成就，那个道理是什么？如果没有你这个事，我们很难相信，一定要有一个道理，这个理呢就是种智所言，种智是三种智慧的最圆满的一种。佛法里面讲的智慧有三种，第一个叫一切智，第二个叫道种智，第三个叫一切种智，这个字叫圆满的智慧。咁讲智慧有呢三种，呢、这个一切智呢係知道宇宙万法嘅本体，呢、这个係佛法里面时常讲万法皆空，呢、这个係讲本体，知道呢、这个呢、这个智慧叫一切智，是知道体，体是空的。这个是知道相，相是有的。这三种智慧，道种智呢，种就是种种，现相无量无边，所以用种种来讲，道是道理，宇宙万有，心罗万象，什么道理发生的，什么过程发展出来的呢，对于这些事情完全明确的了解，那个智慧叫道种智。所以道种智是只有一切万法从哪里来的，这个第三种最圆满的叫一切种智，一切就是一切智，种智就是道种智，就是前面这两种智慧达到究竟圆满，即叫道种智，所以是如来果地上圆满的智慧，这个用中，咁呢个就是说明如来果地上究竟圆满智慧所成，无智慧点能有咁样殊胜的成就呢？所以这个是阿弥陀佛一切种智所言的。
在底底下，皆吾人正业所感，为色所变。冇错，极乐世界喺阿弥陀佛做嘅。我哋去咗之后，亦同阿弥陀佛添咗一层光彩。点解呢？因为心性系一，唔系二。我哋嘅真心本性同阿弥陀佛嘅真心本性系一个，唔系两个，所以叫自性弥陀为心净土，系一唔系二啊！阿弥陀佛，佢烦恼断尽咗，智慧圆满咗，我哋叫佢做佛。我哋烦恼存在，智慧冇透出嚟，我哋叫凡夫。我哋虽然系凡夫，我哋今日修嘅系正业。换句话讲，我哋今日修行嘅重点系清净心，心净则土净，所以呢个觉正净是佛教的三个入门。佛教的宗派很多，咁呢个系讲咧，呢个系入门修学嘅方式唔相同。禅宗系从各门入去嘅，所以禅宗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至算系有咗成就。呢个教下咧，禅宗以外嘅每一个宗派都叫教下，好似天台宗、贤首、三轮、法相，呢啲都叫做教下。佢哋系从正知正见入手，亦就系依据经论里面嘅理论方法修正自己对于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和想法，他们从这里落手。这个净土宗和密宗是从清净心落手。但是各位要知道，这三个是一二三，三二一。一个得到了，三个通通得到，同时得到，就怕你得不到。得到咗，全都通啦。所以佛家哲上讲，一经通，一切经都通。一个法门通咗，所有法门都通啦。就好似我哋一个教室三个门，一个系觉门，一个正门，一个正门喺外边系唔一样，入嚟都一样。入嚟就通通都得到啦。譬如大家睇《坛经》。谭经是禅宗的。六祖大师在禅里面开悟了，大彻大悟了，明心见性了，他教通了，正物都通了，谭经里面都讲到。这个就是事实的一个好证明，好例子，一通一齐通。所以我哋修净土嘅人着重喺清净心。心真正清净啦，你嘅思想见解一定正確。你一定觉悟，
不迷惑。所以我哋嘅重点系喺静，系喺清净心。我哋修嘅叫静业。点样清净呢？念佛系唯一嘅一个好方法，叫我哋喺一切时、一切处，这个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乜嘢念头都冇。将呢一句佛号打掉一切嘅妄想执着，需用呢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我哋正话讲嘅，我哋修助缘，念念起心动念，决定不想自己。点解呢？讲一句老实话，冇自己。自己嚟讲，正话讲过咗，无常苦空，一场空。不但系身外之物，一样你得唔到，身体亦唔系自己嘅，亦唔系啊。咁要真正觉悟啊。所以起心动念，一切作为为大众，我哋用我哋嘅心灵，用我哋一切嘅能力，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佢哋离苦得乐。呢一切不为自己，心就清净；为自己呢，心就不清净。为自己点样呢？你心里头有得失，有得失就不清净；有成败就不清净啦。你有所欲求，你嘅心边会清净？咁呢个系帮助我哋修清净心嘅方法，一切为众生着想，为呢个世界苦难嘅大众去想，唔好去想自己，呢个就啱啦。尽心尽力去帮助人哋，所以系我哋嘅正业所感。咁我哋咁样嘅做法，果报喺西方极乐世界嘅净土啊！我哋嘅愿力，我哋嘅行为，虽然不能好似阿弥陀佛咁样嘅伟大，但系与佢嘅气氛接近。阿弥陀佛嘅愿行系利益一切众生。我哋嘅愿行亦系利益一切众生。阿弥陀佛做得圆满，我哋做得唔够圆满。嗰啲系阿弥陀佛嘅智慧圆满，我哋今日智慧福报冇佢咁大。但系尽心尽力，通通系圆满。阿弥陀佛尽心尽力喺度做，我今日亦系尽心尽力喺度做。所以尽心尽力都叫做圆满，这个是正业所感。这个亦就是问我们为什么这样的修学就能够得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原因就在这里。西方世界种种庄严，固然是阿弥陀佛愿行所成，种子所现，跟我们不是没有关系，跟我们亦有关系，为识所变。阿弥陀佛是种子所现，我们是为识所变。这两句很有味道，悟了识就变成知，
迷嘅时候叫做识，悟咗嘅时候就叫做知。所以阿弥陀佛完全觉悟，冇迷惑，所以叫总智所现。我哋依家系迷惑而冇完全觉悟，我哋系识。这个社会上事实上我们听到某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你们想想这个名词的意义好不好呢？知迷了变成识、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叫做知识分子。这个迷啊，知迷了变成识啊，叫知识分子。佛法里面教我们什么呢？转识成智，将这个识转变成智慧，破迷开悟，转识成智。识完全转成智慧了，咁就是阿弥陀佛啦，就种子所现。我哋今日智母完全转过嚟，所以仲系识噶，居多啊，为识所现。所以一般人讲知识分子，大家听咗好欢喜，懂得佛法嘅人听到呢个名词悲伤啊。真的是悲伤啊，知变成识了。所以为识所变，佛心生心，互为影质。这个就是我们时常讲的感应道家。点感应呢？佛心是圆满的智，我哋嘅心虽然系识，识里头亦开始觉悟啦，唔完全迷，完全迷，你对呢个法门唔相信，你不能接受啊，咁全迷啦。我哋今日系能接受，欢喜接受，我哋今日呢个识里头已经有智啦，但系冇完全变成智，所以佛嘅智系本。我哋带咗智嘅呢个色系影，好似系灯下边有个影子一样。呢、这个就系互为影质，质就系体，就系、是、呢个本。好似我哋呢个人企喺呢个地方，喺灯光底下，我哋呢个系质，照喺下边一定有个影。佛嘅智系体，我哋。带住智嘅嗰个色系影，感应道家，咁只有感应啦。如众灯明，各遍是一。底下举一个比喻嚟讲，譬如好多好多个灯，好似我哋嘅教室好多盏灯，通通都开咗。每一盏灯的灯光都遍满这个教室，光光互摄，我们分不开，好像是一盏灯的光明一样。其实呢，各摄各的，我们熄一盏灯，它这一盏灯的光明就没有了。那西方极乐世界固然是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我哋借住佛嘅智慧，将我哋呢个色里边嘅光明越嚟越变大。我哋亦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亦照我哋。呢、这个叫光光互照，各遍慈恩。弥陀嘅光明周遍法界，我哋嗰一啲啲萤火之光亦周遍法界，亦系呢个意思。全理成事，全事即理。
西方世界依正庄严是善，事一定有个理发生的，理就是心性，为心所现，为色所变。这里讲的种子所现，种子就是性，就是真心本性。圆满正得真心本性，就是种子。所以这个是你啊。全理就是智，变成时尚，变成西方世界依正庄严六尘说法。全事就是理。如果我们将这个智慧一换，理是性，事是相，全性就是言相，全相就是本性，性相不二，理事一如。这个叫一切种子所现。全性起修，全修在性。这两句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我们现在正坐双修所依据的理论就这两句。我们今日起修，我们用念佛这个方法修觉正静，虽然是修这个静，那个静里头有觉有静，我们觉正静是以静为中心为主，一而三，三而一，我们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修觉正静。我们用清净心、真诚心帮助一切众生，这些是我们的清净心的坐修，正坐双修。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都是以真诚、以恭敬。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礼敬诸佛，经论里面处处教给我们一切恭敬，对人对事对物无一样不恭敬的。所以这个是全性起修，全修在性。我们今日念佛处事待人接物都是圣德向外流露，亦可心肠思议。所以这个是末后是教我们多多的去想想，绝对不是浅知浅识的人他所能够了解的，他所能够明白的。所以这个道理好深，事上非常的圆满。这个鸟空呢，就是讲鸟在空中叫唤，这个都是比喻不切实际，将这个老鼠叫比喻不知道鸟有，将这个鸟在空中叫比喻不知道真空的道理。换句话说，都是堕落在
入边，将呢一个殊胜嘅机缘喺呢一生当中当面错过，呢个系好大嘅损失。呢个俏就系讥笑嘅意思，错依报妙境到呢个地方，系将西方极乐世界环境介绍完啦。下边要同我哋介绍嘅系正道，请睇经文。舍利弗，于如意云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这个正道里面，一个是介绍西方世界的导师阿弥陀佛，其次再介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人，这个是我们将来在西方世界的人事环境，当然和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开端，佛就叫住舍利弗尊者，同佢讲：你嘅意思，以为点样呢？西方世界嘅佛点解称做阿弥陀佛？说明名号嘅来源。我哋睇注解。此经的是慈名妙行，故得精色名号，欲人深信，万德洪明，不可思议，一心执持，无复意义也。这个解释得非常之好，确实是精要。那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的的确确为我们指示出来持名念佛的妙行，这个奇妙的修行方法。所以佛在这里特别将弥陀的名号为我们标示出来。咁念佛呢个法门究竟妙喺乜嘢地方？第一个，只要念呢一句佛号，呢个实在系非常简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里面，无比这个法门更容易更单纯的了。这一句佛号就能叫我们宏超三界，我们时常讲的了生死出三界，这个方法简单啊，快速啊，
这个是第一个面。第二个呢，本经和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都这样的讲法。临终十念一念就能往生，咁就係时常讲嘅大愿往生。咁呢个係非常殊胜嘅奇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里面都冇。第三，只要往生了，这个各位要记住，我们临终一念十念这样都能大业往生。那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品位是不是很低呢？在我们一般人观念当中一定很低的。所有一切罪业都带去了，这个很难讲，不一定地位很低，不但不低，这一往生就圆正三不退。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个圆字，为什么呢？假如讲只讲正三不退，那些是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就剩三不退，但是不圆就是不是圆满的。圆满剩三不退，那些是什么人呢？如果不是等觉菩萨，就是法云地的菩萨，这个实在讲真难信，真正难信。通常修行人到这个地位，他是从一般讲呢，从这个小乘初果算起，小乘证得初果须陀洹那一日算起。佛在经上时常讲要三大阿僧祇劫，智能正道圆正三不退。我哋念呢几声佛号，咁样大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立刻就系圆正三不退。人哋要花三大阿僧祇劫嘅时间，我哋用咗几多时间？这个真正是妙啊，真正是难信之法。那这个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我们这个经常有六方诸佛，这个是一切诸佛所讲的，这些总不是假话，决定不是妄语。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要能相信诸佛所讲。这个底下讲，欲人深信万德洪明不可思议。可见得这一句佛号，如果不是不思议的功德，怎可能叫人一下有这样殊胜圆满的成就呢？这个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呢，念佛有这样殊胜圆满的成就，那个答案就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些是很少人能够清楚明白的，关键
就是叫我哋要一心执持无服意义呢八个字重要。我哋呢一生有幸遇到呢个法门，听到呢个法门，呢一生当中能唔能成就，关键就系呢八个字。我哋系唔系真正能够做到？如果真能做到，冇一个不往生嘅。凡系往生嘅人，个个都系圆正三不退。底下呢一段好重要，念佛人唔可以唔知道呢个意思。阿弥陀呢个系梵语，是古印度的语言，正翻无量，正確的翻成中国意思是无量，阿翻了无，弥陀翻了量，阿弥陀意思是无量，无量就冇法子讲嘅，本不可说。咁释迦牟尼佛喺呢个经上用咗两个意思嚟代表无量，本师而光受意义，修尽一切无量。这个一切无量无法指说，说不尽，在一切无量里面佛讲了两种，这两种确实就可以能将一切无量都包括在其中。这个说法也讲得非常之好，光则横遍十方，受增殊穷三滞，虽佛用一个光，用一个受。咁如果用现代话嚟讲呢，就系一个时间，一个空间，时空。咁就将一切无量都包括啦。但系我哋仔细谂一谂，时空两个字不如光受嚟得妙。时空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换一句话讲，它是死的。光寿它里面是活活泼泼，充满了生机，所以这个名称用得好。何况佛在大经上跟我们讲，这一切的无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寿命。譬如讲，我们讲有无量的财富，无寿命，那个财富落空了，谁去享受呢？自己冇办法享受啦，所以一切无量里边呢个寿命系第一重要嘅事情。我有无量寿，所有一切无量咁就真正得到受用啦，自己智能真实嘅享受得到啊，所以呢个寿命非常重要。我哋翻呢个阿弥陀佛。时常翻做无量寿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光代表空间，这个是照遍十方的意思。寿是殊穷三滞，
是讲过去、现在、未来，咁就系将所有一切无量都包括啦。所以讲宏殊交持，即法界体。呢个系我哋时常讲尽虚空遍法界。依家人所讲嘅宇宙，整个宇宙。光同寿呢两个字全都代表了，全都包括了。可见这个无量确确实实是不可思议。举此体作弥陀身土，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伟大。真正的净土，真正的阿弥陀佛，原来就是法界。身同土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是我们初学很不容易体会的。身土不二，色心一如。亦即举此体作弥陀名号，名一定有实，有一个实体，我哋自同佢起个名字。阿弥陀佛呢个名号就系依法界全体而起嘅。因此我哋念呢一句阿弥陀佛，就係念法界全体。各位要明白呢个意思，嗰、那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你就会恍然大悟啊。所以有啲同修来跟我讲，我们现在念这句阿弥陀佛，念这个无量寿经，念弥陀经还不够，你过去学佛念的大悲咒，念的心经，念那个十小咒，普门品地藏经，现在都不念了，那个地藏菩萨会怪罪你的。这个都是用我们凡夫的心去测量佛菩萨。佛菩萨亦好像我们一样得罪了要怪你。这个心态讲老实话，对诸佛菩萨就大不敬。你将佛菩萨看扁了，看成跟凡夫小心量一样，所以这个念头就是罪业，就是造业啊。佛菩萨哪有那么小气的。现在我们了解了，原来一句佛号无所不包啊。念这句阿弥陀佛通通都在里面啊，一个也没有漏了啊。这个是真正微妙不可思议，所以诸佛菩萨都赞叹阿弥陀佛。
诸佛菩萨都念阿弥陀佛，就是这个道理。咁呢个名号不但系法界全体，即众生本个理性，《华严经》上讲得好好，情与无情共一体。众生同佛是一个理性，性就是真如本性，理是理体。理体是什么呢？就是法界体，就是法界全体，是阿弥陀佛。法界全体是诸佛如来，法界全体亦是一切众生，法界全体亦是我自己本人。这个是真正的事实。所以念这一句佛号是念法界全体，是念一切诸佛菩萨，是念自己的真如本性。哪有漏了的呢？决定没有流失的。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够了，怎样的经、怎样的论、怎样的咒，都在这一句佛号之中啊。这一句佛号圆圆满满的都包括了。那我们念这一句佛号几方便呢？何必要念这么多、念这么杂、念这么乱？没必要啊。相持名即此觉合本，这个事实真的好少人知道。我们起一个念头念阿弥陀佛，那就是此觉，你开始觉悟了。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本觉。本觉是什么？本觉就是本性啊，就是真如本性。此觉合本觉，那就是菩萨心。凡夫他没有此觉，虽有本觉，他不觉。本觉虽然存在，但是在事相上他不觉，这个叫凡夫。菩萨在事相上他觉悟了，他对于这些道理、对这个事实真相明白了、清楚了，能将此本合起来，这叫真修啊，真正修行啊。咁念佛这个法门是真实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最巧妙的一个方法，是任何方法所不及的。念佛成佛，此本不二。此觉和本觉是一个觉，不是两个觉。生佛不二，迷的时候有生佛，悟了的时候是一个。故一念相应
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呀。咁乜嘢叫相应呢？喺呢个地方，我哋将相应呢两个字意思多少亦明白咗一啲。相应是同呢个理相应，是同呢个事实相应。乜嘢系事实呢？法界全体就是我哋自己嘅真如本性，法界全体嘅德号就叫阿弥陀佛。当我哋念呢一句阿弥陀佛嘅时候，理事一如念呢一句佛号当中有圆满嘅理，有圆满嘅事，咁就相应啦。念念唤醒自己，自己同法界合二为一，同诸佛如来合二为一，同一切众生合二为一，咁就相应啦。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呢、这个佛系真佛啦，系圆满嘅佛啦。念念相应就念念佛啦。前面曾经讲过，这个念佛人相应就得佛的气氛。有个同修问我，气氛这两个字意思不是几明白，什么叫气氛？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阿弥陀佛心好清净，我的心依家一日比一日清净啦，就得阿弥陀佛清净的气氛啦。阿弥陀佛慈悲，我依家亦慢慢学住慈悲，咁同阿弥陀佛的慈悲的气氛就相应啦。如果今日呢一段你是听明白啦，咁就真嘅相应，真嘅接近阿弥陀嘅气氛。点解呢？此本不二，性相一如啊！生佛不二，理事不二。我哋念佛嘅时候，逐渐逐渐体会呢个境界。契入呢个境界，咁叫得佛嘅气氛。咁呢个理同事真搞清楚，我哋对于呢个法门，对于一心念佛，信愿持名，就决定不会怀疑。这件事情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而断了了，信就生起来了。这个信是真信，比那个正信还要高一等。通常我哋讲正信，依家变成讲真信。正信有两种，一种系依正言量，佛所讲嘅我相信，我不怀疑；另外一个系喺经教里边理论明白啦，
我呢个信系有理论依据嘅，呢啲唔系迷信，呢、这个叫正信。真信嗰啲系同佛气氛接触到啦，接触到啦，至真信，自己真正契入啦，被呢个正信又要提升咗一层，咁真信。请睇下边经文，舍利弗，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下边两段嘅经文同我哋说明弥陀光寿，咁呢啲都系从一切无量里边提出两个光灵，先讲光明无量，光明系智慧，佛有无量嘅智慧。亦就是讲我哋自性，我哋嘅真心本性，本来具足无量嘅智慧。佛呢一切业障都消除干净啦，所以圣德圆满嘅头颅。在上上就是光明遍照，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照。对我们来讲，它有摄受加持的功能，能够帮助我哋消除业障，启发智慧。但系我哋要有此觉，智能得到佛对我哋嘅加持。假如我哋是不具备这个相应，佛光虽然遍照，我哋本身有障碍，换句话讲，我哋拒绝它，排斥它，佛的这个加持的功能我们就享受不到了。所以一定要深信不疑，一心清念，必定业障日日喺度消除，一日比一日少，智慧一日比一日增长，心地一日比一日清净。这个就是相应的现象，或者问那个相应的样是怎样的呢？因念相应，因念佛，
这个一念佛就是一念 得到佛的气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个相应是什么样呢？相应就是业障消除，心地清净，智慧增长，这个就是相应的样子。请看注解，心性直意常照，故为光明。这个是说明光明的意思。为什么要用无量光来解释阿弥陀？心性本来是直的，直是静的意思，是定的意思。它里面含的有，要用普通字样来讲呢，静这个是直的意思，安静、清静，这个安静是不动的，也就是定的意思。清静是决定无污染的，无污染。它起作用就是照，起作用就是照了。咁呢个系讲嘅本性，一切诸佛如来都证到究竟圆满的寂静，这寂静都达到究竟圆满了。那我们讲到等觉菩萨，同佛只差一个阶级的。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换句话讲，他在清净这个里面来讲，还不够圆满，还不是圆满的清净，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存在，一定要将这一品无明亦破除了，那就完全清净了。这个完全清净我们叫寂静。实在讲，大乘经上讲寂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它亦分上中下三品。上品只是真的清净，那就是一尘不染；中品的就是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上无明。下品呢，那当然他要带两品无明，那些就是法云地的菩萨，我们通常讲十地菩萨。十地菩萨是四十二品无名，
佢仲剩两品，等觉剩咗一品，我哋叫中品嘅呢个直面。讲咗无忍菩萨里边中品嘅，到上品嘅，咁就系佛啦，完全清净啦，净里头一点污染都冇嘅，所以佢嘅光明系圆满嘅，系遍照嘅。这个底下讲，今切正心性无量之体，咁就人王经上就无忍位菩萨嚟讲，这个系上品嘅直灭人，直灭系属于上品嘅。今切正心性无量之体，故光明无量也。咁佢起嘅大用就係无量嘅光明，遍照十方。咁诸佛如来係光明遍照十方，阿弥陀如来係遍照十方，我哋当然都喺佛光之中。依家嘅问题，我哋既然喺佛光诸照之中，我哋点解冇感触？点解冇见到？呢个问题唔喺佛嗰一边，喺我哋自己呢一边。譬如我哋行到室外，阳光普照，太阳嘅光明普照，我哋偏偏起个房屋住喺里边，唔俾佢照到。呢个唔系太阳嘅事情，唔系佢嘅过失，系我哋自己揾嘅麻烦，障碍喺我哋自己呢一边。